哎，大家好，这是新的思维的来原神的游戏，这能叫开荒视频吗？总之呢是就是在跟风的打一打，上期应该是教学关，总之这游戏应该还是处在一个一开始的一个情况啊，是说是在一个神庙门口跟一个 NPC 见面，但是好像我记得刚出。我们上期出来的时候，好像是那个艾能吧，说是去铁匠铺门口，好像是让我们升级一下武器之类的。这是个什么矛？就是矛吧？它现在好像是之前好像管这玩意儿读喵还是读什么？好像是矛。打开地图啊，这个游戏有地图，对。说是铁匠铺，这哪个是铁匠铺？好像不太对。可以，好像只能传送到这个地方。小地图上可以看见吗？另外之前好像是我说在那个图书馆里啊，说是捡点儿，有些书在哪里？这个我在图书馆里捡了好多的书，这些书好像就是一些纸质让你读的一些东西。看一下铁匠铺这里。能得？往派蒙看看武器。販売、オーダーメイド、製錬、すべてこの鉄工房の仕事だ。お前に鉱石があればな。どこにでもある。じゃあこうしよう。この付近で鉄が見つかりやすい場所を教えるよ。鉄を持ってくれば製造してやる。礼はいらない。仕事に戻るよ。なんかイライラしてる。邪魔したのかな？这里卖什么？委托锻造，锻造时间3秒。武器强化素材，哦，这之前升武器的那个东西。制作展延，锻造时间10秒。水晶块、白铁矿、北路单手剑、圆肠什么？锻造队列。卖什么？这是一个。都是33的攻击力，好吧？这等于是之前说是他哪里说什么？是我们是要往那边走吗？之前不是说哪里有什么铁矿比较多吗？这东西可以蓄力攻击吗？红缨子儿哦，好像是必须用技能打开的。说是把。用技能把这个蒲公英给吹飞了，然后剩下一些种子是吧？蘑菇，
但我有点没有搞懂，他说是什么，在一个铁矿比较多的地方。嗯，然后我们好像是多出来了一些新的，最近是多出来一些新的队员啊。嗯，看一下，对，这些有什么剩遗物可以给他装备一下吗？那么上限提高100，治疗加成，这些人资料，我好像只有一个剩遗物了吧。这些人是，你是个法师。这个人的 E 的 CD 好长，还有，这个东西是什么？一个傀儡，不是一个机械假人一样。这人也是一个远程的，哦，你是一把大剑。嗯，这看着。岩の重さは安心できます。战斗知识，护盾。护盾就是等于是给自己套个盾是吧？那你是相当于是一个肉搏的，然后我们也是肉搏的。这样给你可以是弄一些加生命的，好像有我们之前有一个什么治疗效果，生命上限，其实应该把这个给你。然后我们之前我们的有一个生命上限提高100，还带了个羽毛是吧？这个语音有什么用吗？应该是没有什么用。你的武器是什么？处于火元素、雷元素敌人造成伤害。你的武器呢？这个就比较弱了，属于火元素、雷元素。恢复生命值，瞄准射击时箭矢发射0.3秒内击中敌人。发射后的0.3秒内，就等于是需要跟敌人在肉搏，这个我有点。恢复生命值，暴击率增加倒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适合我的一个 style， 我觉得就不要装备那个武器了。这个武器现在是什么？水元素、冰元素，我们好像没有这个相应的元素。元素爆发提升攻击力。啊，这个虽然说是没有，但是这武器元素充能效率对比。先不管了，让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作为火元素影响下敌人造成伤害，比如说你中了火元素后，他的伤害能提高是吧？我们这个1234能不能，怎么改呢？队伍配置，用在。等于是你是火元素换下，
我可以，啊，对，等于是这个样子，然后两个人都是风元素，快速编队，元素共鸣，体力消耗降低 15%， 移动速度提升，技能冷却时间。好，就等于是你队伍的两个风元素有 buff 哦，四种不同元素抗性提高 15%， 好吧。像之前有个人说是什么，这边之前有人说这个铁匠说是什么，这个有矿多，但是我也没有清楚在哪里。地图是好像是不会探出来，清泉镇，就等于是地图好像是之前是激活了一个什么神殿似的一个东西，是给探索出来了。箱子不能打，好吧。你的耐力好少啊。烹饪有没有什么抢走药之类的东西？生命长进。当时没有，这是什么？食材加工，制作耗时1分钟。面粉、糖、香肠。20分钟，什么意思？哦，这还要。如果我离开了呢？调查，哇，为什么卡了一下？我觉得有点晕，这个能再调回来吗？我希望能比这个再快一点，但是不要这么快。这个人是神奇的。限购，刷新倒计时，这是干嘛的？食物，可能被坑了，但是这东西有可能是之后什么做任务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买一下吧。里面怎么有些尘土一样的东西？刚才水精灵，
潮湿。什么东西？黄金鲈鱼？等于是你跟他随便对话，还给把弓，买些猎物。为什么都是限购的？那个人呢？刚才不是有个人吗？怎么这人又没了？是什么情况？刚才煮了个什么香肠，也就是说，这东西应该是不会调查。那个是鸟窝吗？鸟蛋。这东西可以捡吗？蘑菇、萝卜。好像走歪了，可以停止追踪。这是什么东西？西天神像，交货开启传送，可以确认。离我们这么近。为什么有一个？那是什么东西？哦，是之前那个，怎么下来？好像要这么走。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顶上有东西吗？没有东西。烟囱里呢？哦，这个之前说是什么那个泉水是这个东西。之前你卖了我一个什么东西来的？他刚才是卖了我们一个普通的泉水是吗？那边有个箱子。精致的宝箱，就等于是哦，等于是还有一个那个精灵式的东西，可以，等于是要在这附近那个是吗？在那边找到了。助けが必要な方がいるはずです。
调查，全是蔬菜。在哪儿？在这个上面。这个我们有什么装备重量上限之类的东西吗？什么在这个喂马的地方出来好多番茄跟小麦？这能爬吗？能爬。这树能爬吗？不可以爬。但树有点，恢复一下耐力。这东西在哪儿？意见はない。どうでもいいよ。好像上面还有个宝箱。卡住了。是不是捡了好多剩遗物？生命值430，暴击率狂战狂，暴击率提高12%。游医治疗效果提高，防御力给你装备这东西，然后还有一些生命值是吧？你是法师是吧？你是法师的话，可以给你装备一下，暴击率 2.1， 给你装备个这个东西。还剩下一个是生命值跟暴击率的。你是个远程可以爆头，我觉得加个暴击率可能会好一些。但这个地图上有一个星星，是我之前标记的吗？怎么记得挺远的呀？一瓶300，我标到那边去了。怎么地图上有一个叉子？这是什么东西？在楼上，可能是不太清楚，你去看一看。啊，在这个楼，猎人。这个屋子要爬门啊，这是什么情况？それは風の塊みたいなもんだ。暗湿的风神。跟你来去哪儿啊？我迷路了，人是往回走去。安全距离确认。这个什么东西？开启挑战。哇，15级！
しい。ウサギ伯爵、任せてください。安全距離確認。消えるんだ。よし。我的等级明显不够啊。吸引テスト開始。我真的是拿这个人打他有什么扩散啊？哇、哦，这个。挑战失败，好吧，对吧，我们等级是明显不够，需要打普通小怪练级，这种挑战是实在是有点。我现在是着火了吗？有没有背包吃的？再卖点生命值。战斗知识，火深渊法师新怪物，利用火元素护罩保护自己，用雷元素等技能产生反应元素攻击。刚才好像是一直使用一个什么，我用这个法师弓箭好像一直产生了一个效果，风元素扩散，对，产生了一个扩散效果，好像是扩散能造成对应元素伤害并产生附着元素爆发。哦，元素爆发应该是大技能，刚才我使了一下，但是发现没有什么效果，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等级太低吧。刚才我想去哪儿来的，我要往这个地方走。哦，小地图上可以看的，这地图可以缩放吗？打简介至少没有用。这是什么东西？展开。哦，他好像是没有，他的武器好像不行，又获得了新的圣遗物。攻击力增加，开启宝箱五秒恢复生命值。你有武器了吗？还是没有武器。嘿，展开。可以。我天，我还想可以落下攻击吗？可以。这是个远程。我天，我这游戏没法，就是没有。安全距离确认。扩散。所以就是，我大概明白了，就等于是要不停的换人，然后使用技能。我一直在用普攻，可能是伤害输出不太对。又一个生遗物，风元素伤害加成。你是风的吗？你好像是风的。你来一个风元素。
元素反应融化，哦，就等于是火跟冰融化反应本身没有伤害，通过火元素冰元素攻击导致融化时，一定的比例提高该次攻击造成的伤害。什么意思？没有明白。怎么结冰了？我刚才不是拿火打的吗？融化会结冰，再有一个什么？七天神像。七天神像。さて、供物を捧げて、神がどう答えるか見てみようぜ。哦，这个就相当于是探索的一个东西，能取消吗？删除？供奉神像，神像的恩泽。增加体力一点。这个体力是耐力吗？黄的那个东西我们奔跑时候用的。这什么玩意儿？哦，还可以哦，全部哦，这等于是能提升，哦，但是不够了。心臓の眼下へはめ込むのに値するって意味だ。目として作られた宝石をツバメが加えて飛んでったって逸話もあるけど、実は失われた風神の瞳に実体はないんだ。神の目を持つ人はそれを集め、加護を得るために七天神像に捧げる。神の目は持ってないけど、この世界の常識を超えたお前なら、心臓に風神の瞳を捧げると祝福をもっともっと。我看地图上有两个那个标记是恩泽是什么东西？靠近时自动恢复。这个百分比是什么意思？会随时间补充，好吧。看小地图上有两个星星，好像就是这个，能打到吗？我人呢？下来了，你是个人，我以为是个蘑菇呢。又给了我本书。现在是用需要冰属性激活，这是个火属性啊。但是那边还有一个，这是什么东西？奥属性。我们现在好像只有风属性吧。
这样就不管了。之前好像是看这个树能爬吧，好像我觉得看小地图应该是这个树顶上好像有，好像有东西。我们耐力不够啊，能在这儿休息一下吗？哎，这是鸟蛋。为什么看着这么奇怪？我们应该是在树里边，但是这个摄像机有点没有搞懂。那边有一个东西，哎，那边有一个东西。等于是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啊，在这个地方，可能是要从那个上面下去，好，在这儿看那个东西。这是在天上吗？哦，不是在天上，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丧尸的风神，那是铜，就等于是这个风神的东西是用来供奉的。这个升级是越升越贵。我估计就先这个样子吧。这边这是个什么东西？传送的一个。看一下，好像离得挺远，先跑过去吧。这边地图我觉得就是按照一个前后顺序，那边有一个离得近的传送点，先把那个传送点激活了。啊，这是一个火属性敌人，这些人是火属性的吗？这个游戏的左右跟上下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我怎么？頼んだわよ。綺麗にしませんと。呀！这里打不到人。我觉得先把这个。吸引テスト開始。烹饪，人们还可以烹饪。这些是火属性，对啊，这些是。蒸发免疫，封印。我天哪，怎么这么多的还在着火？蒸发反应本身没有伤害，一定比例提升。刚才之前好像是一个什么？
火属性跟冰属性造成一个什么东西。F 键是开箱子，这是个啥？为什么下雨了？刚才是那个石头打坏了会下雨吗？往这儿又一个东西，蘑菇。在楼顶，在树里边，这个、上面拿到了吗？拿到了。我想去的那地儿在哪儿？在我的右前方。哎，什么东西？能打吗？换人还在 CD 中。好像是远程攻击的没法采矿是吧？啊，这游戏中采矿也是好奇怪，不是用什么锄头，而是需要直接攻击。爬墙，元素反应，燃烧，火元素接触草元素。这是需要给它点着吗？好像是。有意思。哎，这个 Q 是什么？もう逃げ道はないよ。哎，きれいにしませんと。哇！这个人受不了。的技能都不太清楚，这还有一个这个东西，能查看每个人的技能吗？天赋，哦，可以这么看，造成风属性，详细属性一段，重击，范围伤害，下落攻击，这是他的两个技能，分别是小型风铃造成风元素并牵引至位置15秒20秒，大型风铃持续牵引并击飞附近敌人，元素转换，接触了这些元素会获得对应属性，
额外造成该元素的附加伤害。不稳定发现产生两倍，好吧，这样可以是 起码是可以知道了，嗯，可以知道每个人的他这个技能是干什么的。物理伤害加成，防御力，暴击率，看一下刚才是怎么看来的，这是什么攻击信息，哇，元素精通，哦，天赋，五段攻击消耗体力，前锋挥出两剑，蜂窝剑，持续风元素伤害，长按伤害与范围会提升，元素转换，造成龙卷风，怎么退出来？这个人的技能我知道了，这个人的技能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大的。你的技能呢？对周围敌人造成炎元素伤害并形成护盾，也就是说开技能的时候会有伤害，伤害吸收基于防御力，普通攻击与重击命中时有几率对恢复生命，对元素伤害有 250% 的吸收效果。命中时就是我攻击回血，回血基于防御力。160的防御力，技能伤害是120的防御力，治疗量 50%， 持续12秒。大扫除。这是一个武器附魔，提高攻击范围，伤害变成元素伤害，基于防御力，就是说这个人的需要堆防御力。炸弹玩偶，连续射击，然后瞄准的话是火属性伤害。兔兔伯爵，嘲讽，就等于是开怪的时候可以扔一个嘲讽，耐久度真的是跟我们的生命值有关，摧毁时间结束时产生爆炸，造成火属性 41%， 爆炸伤害 123%， 剑雨刚才发了一个，就好像是地上有一个 AOE 效果，这样至少知道每个人的技能。超载，火元素跟雷元素发生超载产生爆炸，这个游戏就等于是你不停的换角色，产生元素反应，然后去输出，这个还是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下次捡东西我试试摁住了能不能是直接一起捡，好像有个，哦，这个东西在上面，好吧，哦，我的耐力已经是变
刚才是多了加了多少，总之是比原来长了一点，就是要我需要收集那个风什么东西去增加耐力，就是等于是把传送开启，那边还有个宝箱，在天上可以换人吗？换不了。有啥？摁住了 F 键是没有用的，怎么着火了？吸引テスト開始。岩の重さは安心できます。メイドの礼儀に気をつけます。是人物的，就是技能循环还是不太熟练。对，我猜可能需要水或冰属性来。哇，这东西怎么50级？结晶，岩元素与其他结会发生结晶，结晶会怎样？对应元素的晶片，提供元素护盾，就等于岩应该算是一个防御项属性。萤火虫，好像是可以通过滚轴提高我的镜头的一个距离啊。这个不是之前那个人吗？逃げられないって言ったでしょ。来たか。近くに来てくれ。何か匂うか。この神殿で少し予想外のことがあった。スライム、ヒルチャール。それから風魔竜が残した魔力のつながり中はきっと賑やかなことになってるだろうな。ああ賑やかだが危なくはない。ボレアスの神殿がこんな風になるなんて実に残念だ。行こうお嬢ちゃん。四風守護は祀られなくなったが、古の風が消えることはない。四風守護の周りを掃除してやろうか。现场教学。もうすぐ初めての共同作戦だ。俺とお前、いいコンビになれるといいな。没有搞懂，不是现在要跟什么 Lisa 见面吗？もうすぐ俺と。推荐单人挑战。哇，这俩人是一级。之前打怪没有升级吗？等级防御，之前说是这个是谁吗？怒埃尔需要防御力，你有防御力了，生命值防御力，战狂，我怎么看现在装备的是哪个？元素充能效率是什么意思？攻击力，
卸下。怎么看经验值呢？队伍配置，元素充能。之前有一个这边，不对，在哪里看到了属性升级？あれは何？消えた。元素共鸣。ちょっと見てきていい？角色我已经晕了，详情这边详细信息啊，对，元素充能，元素充能效率，补充的元素能量，这就相当于是我的技能会元素充能，冷却。太清楚，目前阶段搞不明白的时候，我觉得就别攻击力好了。像我不太清楚说是什么推荐五级，但是我这两个人一直没有升级，我是没有搞懂，好像是升级很慢啊。这两个人倒是升了差不多，这两个人比较升级比较慢。我是不太想用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游戏它既然是免费的，我才可能到时候就。会，这东西我才可能数量有限，现在随便使到了后期，可能就是再想升级，可能就要花钱了。要我说花钱，就是只花的是现实界的钱，而不是这个游戏中的一个虚拟货币。我觉得这东西可能先留着吧。我可能我的计划是，我在这截一下，下期有可能去这里面挑战一下。如果说。发现等级不够呢，但是如果说够的话就够了，大概这么一样子吧。然后这集就先录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